对，嗯、对啊，他们线都挂着。而且连线的好处是，可能摔倒了掉了也不会太远、啊，因为线会拉着。我们不是那种。我们自己又滑得不好，在那边跟着人拍也不是这样。我们这个记录看起来会非常的无趣，就只是在看干嘛而已。你们就可以一个拍另一个，对啊。他就喜欢。那这个影片可以给我吗？看我教学到底怎么样了？教得很烂这样。不会。我会小林。小林。说话了，私下做。因为老师说。没有，是一直被教练骂，所以要消音。就说这个是你们是先问一下，你们是律师吗？哪一天被收到那个传票都不知道。对，纯正型的。不然开个窗啊。开个窗没有的开啊。没有。上面可以先开个脚胶之类的。哦。对啊。这边有没有？有两边都可以啊。哦耶！上面往下扣，它就会掉了。只是等一下你要先往上推，你往上推一点。再要两。对，这个右边开了，左边还没有。两边。往上一点。往上推一点，然后。有了，我开了。好了。有了。这通常都会可以开窗的，就是冷气啦。今天没有很冷。冷气不够强。进阶一直在滑的话，好像也不太会冷，但是又害怕等下下午又要变天，正常。我妈妈，我原本想说搭个 T 恤就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这样，我现在里面打开了。好、啊，我们尽量努力，看能不能动得起来。可以。那下午就不怕了。而且可以报告我很容易紧张。大家先讲说自己会有什么问题。对对对，然后随时都会刹车。我一紧张就停下来了。对于哪个部分紧张？高度、速度，还是全部都？都用看的就紧张了。看，但是其实它不是斜度，你就这样往下看就。但是其实它下得来，可以。它的速度很比较慢，没关系啊。就是慢到停下来，就是只是转弯转好就。他的控制力比他想象中的好，但是他是紧张的，但是他就会运用几乎100%的控制力，100%那很累，你会滑得很，对，他的脚也会很酸，对，所以我这次给他的课题就是他要轻松一点 ，OK， 那跟我的教学方式很像，好。啊，要感应了，哎呀，左边。
到热身了。给我啊！哎，你要不要去喝？去喝啦！我也要啊。暖气，暖气。雪镜啊，嗯，都糊掉了。你的线还在啊？哦，我做这条第二条。哎呦！哦，这个是这边。好，谢谢。这也有啊。嗯。下面是水吗？这里还有一台。对。哎呦我去！喝完然后放到那边。放好。对，这个是他们刚下的。喝到这边再装。好烫，热。Thank you.
真的实力差的。Snowboard 的话，我觉得还是 Snowboard 的板子，实力差的可能，这个太可能性了。我觉得滑雪还蛮重要的。但是走楼梯可能比走雪地容易吧。对，不会打滑。对啊。但这边的雪不会很滑。虽然我要走雪地，走楼梯好累哦。是哦。我觉得啦。可是很热，很想赶快出去。好啊。我把它先关掉，你再帮我开。什么线啊？我把它先关掉。哦。那我现在有红红一闪一闪的吗？有啊，还有绿的，谢谢。绿的就是充满电的意思。哦。就先晃一晃。那就在这里，还是更上去。拍照，拍照，上去了，拍拍拍。明天就不会来了。这里哦。对啊。好。哦，上面就是上脊，下面就是河黄的，太小，好像还不错走，这种上坡还好。啊，这里就是起点了吗？不用没事开开关关。好，我当时觉得上进去喝水什么的。哦、那我上厕所的时候应该没开吧？嗯。这个不错啊，这不倒。这个太倒了。这个滑上去。从我们走路。因为后来他缆车有开，我研究一下。Yes。所以就不用了，就乐乐就。Yes。什么什么？他说我们不用走路了。带着手杖。只要不用走路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走路？为什么要走路？因为他原本缆车这边没开，要走到另外一边。哦。可以。热身。热身，热身。踢一踢脚。算了，这样就好。好可爱啊！哦，来吧，热身了。哦，我在选手村买的。选手村是哪里？在那个。台北松山那里。大家分散一点就可以了哈，前后距离分散，开始的话不会打到别人，好，往前，开始往前，得到电。
啊？我折到电。折到？对，折到。百折到。
下雪了，太阳没了，下雪了。总共来我们这边。好，来，大家围个圈吧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。要来我们家哦，好啊，我是 snowboard 的，我也在家。啊、我们是同学，我们朋友。OK， 自己来玩对不对？他们自由行的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先快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那等一下呢，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，就是这我们这几天大家会一起上课的。那昨天有介绍，但昨天今天可能。就没有办法完全记住大家的名字，那等一下看有没有英文名字，或者说你比较希望大家怎么叫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讲一下说这三天的课程里面你希望你能学到什么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说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最讨厌吃什么。OK， 好不好？因为毕竟人会一起吃饭，未来我可能一起吃饭，要点错你不选。干嘛打枪我？好来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。那ski 的话，其实 ski 跟 snowboard 都一样。那 ski 因为今年真的比较多，所以都要自由 ski。那我的第一年在可乐，今年是第四年，可乐成立五年。那第一年的话，我在台湾母亲园都叫 ski。那其实每一年都有自由 ski。那 snowboard 简单来讲 ，ski snowboard 都还不错。如果说在这些上课里面。欢迎指教，欢迎指教，大家互相学习，因为毕竟都是高级者。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我的上课的方式，再跟大家做一些讨论。那如果说真的有我不懂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去查询，然后再来跟大家做一些沟通。OK， 那希望这堂课大家变小一点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是纳豆，我可以吃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我一年有半个月都在，但是还是有挑战。好，来，那下一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万学应该是有机会的，馒头不一定。对，如果可以，好，不用学会，有点多，经验就好了。点赞小转馒头。对，非常好。护台式都是很多，很多什么？苦瓜、茄子、番茄，对，香蕉。你上讲的我都不吃。你根本是故意针对我吧？没有，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。因为他们都跟我很熟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阿座。阿座。真好。真好。好。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江水大好看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我觉得滑雪就好像在玩一样，不要太难。好好玩就好 ，OK。好，那阿座。没有，我都吃不下。好痒。青蛙哈，这是毒蝎子啦，蚱蜢。五毒教吗？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怡，我是念的是日语系统的。跟他一样，我想要把。
现在很多数字的，懂吗？什么五啊六啊？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对啊，这个不能再乱问了。主要是笑话，笑话太多。OK 了啦。好。比较平均。平均。对，然后平还是平？两平。顺畅，向下。我的认知是顺畅，快是直板。直板向下。我的红衣可以用冲啊！你教练费给我就好了，教练费给我就好，带你去黑线，一定最快。我赚。叫小 Z， 介绍 Z 的 Z。那我想要那个就是 S 缩一点，因为我的重心后面。对。然后讨厌的是鱼，不吃鱼，不吃鱼，生鱼也不行，生的熟的都不吃，生的熟的鱼丸可以。像我们其中我们的队长是不吃熟鱼，因为他说他不吃熟鱼。生死期，他只是生鱼片了，所以比较特别，不吃熟鱼。好，来，那我现在把名字全部再讲一次 ，Q， 然后 Z， 然后停，然后一品，阿座，好，来，那我们讲一下，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。稍微看一下，大家地图应该都会看了哦。初学者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现在旁边左右两边的缆车，一条是5号，一个是4号，我看到。那简单来讲，叫做白华，一个叫做那个 Hanoki， 哦 ，Hanoki 就是1号 ，Hanoki Number One。所以我们就是这边的位置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先上 Hanoki， 哦，会先上这边，然后会直接接完山第一。那我们今天应该会直接上红线或者是绿线这两条来做使用，那下午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直接回到汉堡王这边吃饭，会从这条房回到新世界酒店。那我们在这边吃，因为大家都在这里，朋友什么都在这里。那下午边吃的汉堡呢，我们就边看了这一条，那就是我们下午的绿线。OK， 好吗？可以试试看，但是还是会依大家上课早上的上课状况来决定。这是我们最先设定的设定上课，这一条红红这条，又宽又大，真正好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大斜面，这个不是大斜面。旅馆6号前面那个红线，没有这个比较陡，比较陡。好，所以可以先看一下，我们等下先到那边的红。宽大就是好。来，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先好，先拿板子，先热身。要先踩上啊，太小。我帮我一个忙吗？没有。我的84公里帮我额头被拉下来，因为我觉得
但是眼镜好了。好的。这穿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讲一下我上课的一些宗旨啊，其实简单来讲是，我会以比较放松的方式去学习，是身体的放松，不是精神上的放松。好，精神上可能很紧绷，好，但是身体上是，你是用一个放松的姿啊去感受。像有些人会教说，我一定要压得很硬啊，或者说姿势一定要怎么样。其实我会先来调整你的姿势，好，今天的部分，那会运用一些地形的练习。OK。稍微辛苦一点点，稍微移动的地方，我比那边推好了。Oh my god， 好累啊 ！OK， 来，我们上面见，好。还好我有买手背，因为它的那个感应器比较高。对啊。我还好有买，我有在想价。再给你500块没？了不起。要不来一边。既然现在这样就这样啊。他还有洞洞排好，真好。
天的雪会很好，对啊，那个梦已经到了追求霜雪的那种。我今天要小转，怕完蛋了。我上次有上到一点小转，就是黑线你只能用这道线啊，对啊。而且他还想要馒头，那我怎馒头就是小转的境界。对，你多少？帽子没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没戴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今天好像会热，就没带。哎，没有，我有带，我放在裤子。还好你有带这个面罩。下山，这种 lift 的不行。它这个平常转的那么快，但是坐车的地方很慢。我觉得坐得很舒服啊，而且你看它进去的口感真。现在就不动了。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，我坐一坐下来就觉得。要求都差不多。下面有人。这个梦的目标很明确，小转馒头。没有，那一样啊。我觉得教练会先听过，但是目标会放在二三。啊？有吗？我们有自己练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们在干嘛？在旁边滑，这样的路。哦。他不会从我这地方出去，应该不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哪个地方膝盖？脚踝。他滑雪不是用标兵。线是一样快，走吧。
次热身就比较斜一点点。好像还好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大家装备的部分。那个，来，大家把杖拿起来，把杖放，看一下大家，然后握起来。要从这里抓。要从这里抓。这个小东西。对。好，来，我讲一下，套的话，从下面。如果说你是放在外面的话，或者是你从下往上套的话，当你手垂下来的时候，它就掉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是很基本的握杖的部分哦，就把它握住。好，来，等一下我们会滑两趟，都是同一条线，让大家去感受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滑到下面之后，先在缆车下集合。我先。好，我们先集合好了。第一趟我们先在缆车下集合，之后先讨论一下，你觉得雪况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你觉得会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滑雪。好，这是中高阶层应该要去思考的东西。但是我的上课方式是希望你懂，就像我不会的，我会去查，然后你们就懂。我不会的，可以讨论，然后你会让你记忆。OK， 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先讨论这个，然后之后第二趟一样上来再滑一次。用你刚刚自己的想法或方式去觉得你可以，然后接下去之后呢，下到绿线之后往左边滑，这边直接下去，我们先到下面。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哎，而且重心还偏后面，不是很好。但是你滑得很顺啊。我有紧张啊。你有紧张，但是你滑得很顺啊。
这里比较缓，而且那么大，因为我不只要靠到旁边，因为你比较还蛮醒目的。好，那我就在这边等。好，放我前面了。这里那么，你应该感受到轻松了吧？因为它雪还算刷得了车哎、欸。对啊。那我要慢一点了。这里越来越缓嘞、欸。人呢？继续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是什么鱼呢？还好还好，下面很缓。你用太多控制力了，但是我刚也在怕、欸，我会前后倒。我们现在这里等他。他说他有跟你讲什么吗？他说我先到缆车站，因为这一段用不着浪费力气啊，我就想说速度就够了。啊，他在那里。你有跟他说没收的？还没有讲。你没有讲，你刚他说你就站在那边一直等，你是白痴吗？好吧。那我就讲呗。笨呢、欸，我以为你刚刚在集合，你先讲了。哎呦，我有速度，我怎么讲？
那个啊，莫他在上面摔了一下，然后他觉得说脚痛痛的，他在那里休息，他叫我们上去以后再等他。另外两个，他等第二段，其他另外两个，他大步一下来，速度可能慢一点，然后男的在蛮上面的有摔一下，后来，然后莫是在中间，对，莫是在中间等，对，因为上面比较陡一点，是吗？对啊，但是那另外两个还不知道。会比较不一点吧，不像。好吧，那要不然你们先上好了，你们先上去好了，我在这里等好了。哦，好。哦、你们先滑一趟，欸哦、先滑一趟。就滑第二趟这样吗？好。干嘛？还有，还，走啦！他说可能会在上面等。没有，我没有说在上面等，我是说另外有两个倒 V 的，在很上面就摔了。哦，就他们就会 A 字比较大的。好，来，我讲一下好了。来，你们觉得今天的雪现在状况是像什么？像什么样子？黏黏的。对。稍微因为比较湿。微湿的雪。觉得还好，那你觉得雪况像什么？像怎样？黏黏冰。对，它有没有像湿热冰的感觉？没有那么湿热冰。对，没有，当然了，但是它就是整体来讲，我们称之为这种雪况叫 slush， 就是一样就是湿热冰。嗯。那对，但其他这种雪的话，你们可以尝试看看，钢边用多一点的方式滑。但是钢边多一点，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雪？但是你刚刚应该有看我在滑，其实我都狂压。我压的其实速度非常快，就是这种雪质其实还蛮适合滑行的。今天的雪还蛮好的，嗯，然后也不会说真的很黏，黏的话是会感觉翻车，然后魔鬼会拉住，就是突然这样子扎，真的很不错。OK， 好，来，那你们可以试着呢，嗯，就这样吗？再打斜一点，就是其实我们平行之后就会用到，哦，平行之后再教，把平行学好，这是比较后面的。那这来讲的话，你们等一下的滑行方式可以试着绕大圈一点，好，试着绕大圈一点，啊，速度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不一定要很快，好，可以稍微这样自己加快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上去吧，我先走。先看，哎，下来还好吗？还好。哦。有没有怎么样？啊，另外两个呢？在后面。哦，好。你还好哦。这两个是不是？哦，那刚好一起。上去吧，没关系，等下上去一样滑下来。因为我觉得它转折跟我感觉。啊，就同个牌子没？不是，花纹都很像。一样的啊，同款的嘛，年份不同。对啊，花纹很像。它接同牌子，它可能就这个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个牌子、啊。就这個。但我这個比较老。好吧，上吧。好，你让它滑一趟，来感受一下。不，我摔倒，太快了。我觉得心里还是会怕怕，要多几次克服那个感觉，心理问题。你不够低。试看，你先移过来，然后它贴上去看看。啊、哦，坏了。
样调东调西是怎样？好神秘哦你。不过我刚刚吃药有打开嘛。嗯。哦，刚喝水的时候吃药吗？对啊。好啦，反正幸好中间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有看到，不然就很棒。那你有几罐？下半罐。哦。我说旅馆还有。滑得很慢，不是很烂。对，在没必要慢的地方很慢。下面绿线那种地方就不用 S。下面绿线你就。我也觉得好像绕 S 很大圈。对啊，你要弄 S 上面那么斜的地方，你绕 S 刚刚好。你有绕啊，但是还是蛮还可以，还非常谨慎。大腿很酸，大腿坏掉，现在很酸。哦，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，但是大腿很酸。我觉得音效的部分还是要适应一下。啊，我倒是没听到。那你就是视觉上了。自己是觉得，就算是进阶班，如果是年度热身的话，第一趟还是最绿的绿线比较好。你说这玻璃吗？是绿的啦。啊？上面是红的，下面才是绿的。就是因为还要适应一下，还是这真的是绿的。只是上面蛮斜的，很像苗场最右边那个绿。它被踢，被这个踢，踢在上面的雪踢下来。镜头没有吧？我的有。过来一下。没有。那就好，不要，其他没插，其他我帮你插掉。因为其他的你血打在上面也是，没差啦。过来一点，快要摸到。好好。你一个都没有。红灯还有在闪吗？你有，我有。啊，你的话只要中午换卡，每天都是中午换卡就没事。然后只有上厕所关。等一下看吧。
这个方向。薛旅教的那个，放开，然后再回一下，再放开，再回一下，这样就会很安全了。就是斜板稍微朝上一点点，你可以过去看看。怎么越来越上了？不用那么急着转了，你可以两三次呢。很好，放轻松哦，轻松就好，停到我的下方就好了哈。然后你的停车格，大家排好，从我的下方哦，还没到哦。那你能走得下来，你可以慢慢的往下。侧步，侧步，侧步。杖拿起来，不要插在地上。对。好，你看，或者是往下转两圈，可以停到下方。不会挡住他了吗？没有。不会，你要让他学习。嗯。我还是障碍物。好，我的下方，我的下方，我的下方。找路线，好，自己找路线。对，好，挺好，对。好，一定要在我的下方 ，OK。好，啊，做可能用走的往下，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。这样子侧下也可以。然后找个停车格。那个叫侧滑。对，侧滑是一个，很好。好，我的下方，大家都转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已经挺那么高了。因为比较害怕，就会越爬越往山上。障碍物越来越多。你就越爬越往山上，你。第一个出发有没有？好了，OK， 好，大家都还不错哈，我到前面。好，来，我讲一下，刚刚这样的方式滑行，你会不会觉得比我们刚刚一开始下来的方式轻松？至少是轻松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到这边之后呢，其实这个就是变成只有一个波浪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只有一个往下。所以这个是横切的一个技巧，好，横切的技巧。那横切的技巧，我们重心是不是一样会放在这只脚上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尝试另外一个横切的技巧，我们从这边切到对面，好，做一个横切，然后试试看你的重心，好，单脚如果可以抬。靠不住，你说松开靠不住，那个要站着弄啊。
OK， 好，其实我都会用一个，其实是，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些肌肉，可能一些教练比较没有教的东西，肌肉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回到下面一点点哦，我们到下面一点点，这边比较平点。尽量停在五号 ，OK， 没关系。上课的话，尽量停在我的下方，因为简单讲，你在我的上方的电会比较短，看清楚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不要你到了。那我大部分找的位置就是我觉得已经够高的位置，下方就是简单来讲会比较缓一点，懂吗？好，来，我讲一下我们的板子，当我们单脚的时候呢，我讲一下板子好了，板子的动作，如果说板子现在一个坡道是这样的形状的时候。我的板子往这个方向的话是会变快，变慢。那我板子往稍微微下的话，变快，对不对？那当我们在横切的时候呢，你的板子可以微微的拖到上方一点点，在会移动不停下来的地方，它是不是就会一直慢慢的往前前进？那你如果说它是一直往下的话，它这样就会变快。所以说你轻轻的是有点。柱子前面。你要再跟我后面，不用进，你只要你先盯着我出发就好了，你不用跟。可以先下了，没关系。哦，好了，就下来了。有那种感觉吧？好了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
慢慢停下。哎，这里还不错，你不用动。我往后面拍一下，毛毛山啊。好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没有什么。啊，昨天都下雨嘛。昨天都下雨啊。你不用上来啊。哇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好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没有全身。好了 ，OK。就这样，没有风的话就小热。嗯，好像练习这个还不错。我觉得是那时候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几趟啊，两线有没有？这里就脚滑，就滑很多次。我那时候还抬不起来，现在可以。我是溜冰的时候就在单，我在想说这次看能不能，这次可以。下面绿的可能就更好，更容易单脚。好，来 ，OK 的 ，OK， 一瓶 OK， 好，好来，好讲一下几个问题点哦。一平均，而且这样子转过来，你会卡到自己的板子，会跌倒。对，你要左脚先移动，右脚先收回来，对，右脚先收回来，好，左脚先转，没关系，你这样，还是你要往前滑滑一个，我先往下滑滑一个，给他滑滑过来，你再往前滑转过来就好了，三角形打开就可以了。开始，轻轻推开，对，好，慢慢的滑过去，成功。好 ，nice。OK， 好了，我讲一下哈，因为其实，在中高阶者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不希望大家是平均。OK， 如果你觉得很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很累，我会中间会大家会互相休息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是一直停着等待，好，因为其实今天花学费了，我希望你是在雪地上一直练。嗯。就算我教给你的东西，我也希望你去练。不再像说初学者在那边等大家聊天啊，当然是 OK 很好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滑更多。好，那滑完之后你会有很多想法，这才是中高阶者需要的东西。当你有了想法之后，你来问我，你这样才会进步。好，因为初学者是我给你东西，你只要学就好。OK， 因为大家已经不是第一团，我是第二团，都已经有点成绩。好，来，我稍微快速讲一下几个重点，大家的 feedback。那我们刚刚讲的东西，是我们刚刚在学的这种重心嘛？对。Okay， 那重心大家清楚吗？就是我们其实在转弯之后要把重心放在哪一只脚？下面那个。对，山下的那只脚。Okay， 我们要等站在山上的脚之后，把山上的脚抬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一个重心的平衡。OK， 等一下你们可以持续的用这边的练习。那另外的方式是，你可以去思考，我在做平行的时候，其实。我们一直在讲的平行，其实只有单脚在滑。说实在的，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有单脚的重心点在滑，另外一只脚是做一些辅助的部分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单脚也可以滑。OK， 那如果说你像刚刚那个一品他摔倒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就是重心到里面才会摔倒，才会这样。OK， 那你重心在外的时候是不太可能摔倒。这样清楚。那我先快速讲几个 feedback 啊，那个魔的话我刚讲 ，OK， 那个他做的话是手稍微拿出来一点，然后你也是手上刚没脱地非常好 ，OK， 手拿出来，然后那个揪的话我觉得你后座稍微身体站重心往前，好，身体轻轻的压着鞋子。就好了，不是用力往前，轻轻的压鞋子，身体就会往前倾。不然你手前面一点好不好？然后我是 Z。Z 的话，应该也是会有点后坐。
不是，不要看地板就好。哦，你不要看地板就好，都不要想，不要看地板，看你要去的方向。好。然后那个，这个是 Z 嘛？嗯。Z 的话，其实你在转的时候啊，不要太急。嗯。好，另外一只脚会，你的另外一只脚重心放对，但是你另外一只脚你没有跟着转，会变成卡进来。所以说，你跟着同的方向一起转，你的上方脚你要跟着转。转慢一点吗？上方的脚。上。跟着转，试试看，先试试看。现在吗？就是等一下再滑这一段。好。然后一平的话，我就觉得我转得很怪。脚转，不是身体转，你会身体先带，哦，是脚先带。OK， 好，试着脚先转。等一下我们下面会教肌肉的部分跟脚转的部分，会在平衡的部分。OK， 来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直接下了，不要再等了哈。好。那我要跟在你后面。你太慢了，我太慢了。对啊。我的左转右还是不顺啊，我要练习左转右，我的左转右不顺。这里比较平的，不用那么大。
早一点转了吗？不要屁股坐，对对对，这样手举前面一点，不要放松哦，不要太蹲了。
身体会往山上倒吧？往山上倒吧？往山上倒，它是一个平衡吗？对啊。脚底板是完完全全的贴在你的板子上，它才能站稳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辅助。好，所以说其实我们本身就会平衡。那来，我们现在把姿势站出来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讲的是我们滑雪的姿势？好，来，站在上面。OK。好，你的身体本身的平衡。身体会微微往右。好，但是当我们有时候，我们今天可能会录一些影片。有时候很多人的做法会变成这样，哦，这就后坐。但是其实我身体站直，手拉出来 ，OK， 这样的方式就是你本身脚底板就是很平。如果说你这样往下坐，你会发现你的前的脚大，前的脚趾头会浮起来。OK， 这样清楚。如果你现在先往下坐，试试看往下坐，哦，它是会大拇指会浮起来，前面的脚趾头数量会。OK， 当你在滑雪的时候，你可能有时候会感受到这个动作，什么时候会感受到？突然被拉走，有没有？突然有时候我们过一个窟窿被拉走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当你这种感觉的时候，记得一样再往前比，它就会回到原点。OK， 这些都是一些观念，哦，还有站姿的部分啊，这就是最简单的站姿。OK， 好来。站姿讲完了，重心讲完了，我们现在讲转腿，哦，转动我的雪板部分。好，我们先把脚脱下来。转脚之前有没有学过？就是要在地面画出一个圆形，哦，就是我们的转脚呢，我们先试着转看。扇形啊，扇形是长这样子，这叫扇形。哦，这样叫扇形。那另外一种扇形是这样子的扇形。哦，这叫单一支点。哦，支点的位置错误了。好，来我讲一下转腿哦。转腿的整体来讲呢，是用大腿这个内侧稍微有点内侧肌肉，哦，你轻微窝在你的大腿内侧，当你在转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有感觉。那转腿的部分呢，是用我们的足弓的位置，哦，足弓的位置为轴心，之后做左右两侧转动，哦，所以说你要放松，踩在地面上之后，足弓当中间点，啊，哦，去左右转 ，OK， 好来，每个人转转看，哦，左脚也一样，哦，两脚都要做，那转腿在。滑行，我们在做平行的时候，转腿就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如果你的转腿转得好，好，你的平行就很漂亮。对 ，OK。好来，我们试着躺下来，躺下来，脚抬起来，然后这样子转。我躺下来就爬不起来了。这样子转。躺下来跑不了，可以啊，躺下来坐着就行了。好。这样子脚抬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两脚同时转，转向左边，转向右边，两脚同时。我舒服哎。我就录你在这搞这个。转之后。我拍一张好了。好，然后之后慢慢再转向另外一边，对，转过来换边，好换边。再录一个。换边不是身体这样子哦，不是脚底板而已，脚底板。
好，录好了。左脚没有转啊，有没有发现？你这边没有转过来。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两只要一样平。哦，去尝试让它两只脚一样平。哦，对，一样的这只脚，对，转过来一点。好的，好。哦，你会发现你有些脚会比较没有那么。你没有转哦。对，两只脚。怎么转？对啊，我的幅度就是这么小。可以再大一点，这样。对，然后你会发现大腿内侧就会拉到了。哦，大腿内侧就会拉到。逆转。你很大。对啊，我就这我都说你没动啊。我不大行啊。这只脚很硬哦。这只脚超硬的，一直抵抗我。哎。大家都累了是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先上右脚的示意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样就可以了。要这样就这样的。可是我是抬起来。巧会刮到雪。好，左脚一样哦，你看我放出来的时候，让它的。
又出太阳。摩擦就要扣更紧了。三个啊，就中，他坐中间，就坐中间。我已经都挤到很边边了，很害怕。我们之前的老师是 Sherry 很厉害 ，Sherry 不错。嗯，对啊，他已经先教很多我们还无法体会的东西，也不是无法体会啊，就是身体还做不到的东西。Sherry 也是理论很强，因为他我们很喜欢他，因为他会换很多种方式教我。他的像刚刚躺在地上，他那个也是他讲，他也会讲。他有教我们，他有教脚的，对，没有上板子。对，感觉太重。这脚转那个是一定要练的。然后你一开始那个粉丝滑过去，不会怕，就是因为已经被他带过了。对啊，但是你还是滑到山上去了，你越滑越高啊你。它有安全起见、啊。它的横滑会很平的横滑、嗯，几乎没有下降的那种横滑。安全为上。所以滑完之后，它都在上面。我的向右转一直都怪怪的。你说你的左右脚吗？还是我的左脚？朝右转的重心转换，我每次不稳都在那时候。左脚吧。对啊，好像我现在还不信任我的左脚，要练到相信它。你要相信它。对啊。你要敢放下去了，敢躺在那个位置。嗯嗯嗯。有啊。会有一个，所以大概有些人要害怕。对啊，我后来比较，右边可以，左边不行。所以我这一 round 要再试试看。对，会哦，那好吧，是吧？那就表示你。那是 Sherry 有讲你后置。有啊，就那个姿势这样，就会这样，因为很害怕的样子，然后就好。但是改不过来哎。太半蹲，你不要太半蹲。他应该也是这样站起来。
对对，那之前的影片他说扎起来，然后他就站起来，他的方式就站起来，他就会就是有点烧僵的感觉，站起来可以站的吗？类似这样。要坐多久？因为上次我们是新年，搞得像当兵一样。四个女生专门都是他的他带，然后他自己回家以后说他会不会对我太严厉？就是他说会不会回去我录到全部都他在骂我。对，我就说，哎，先问一下是不是律师啊？太恐怖了。你们新年是今年吗？去年初，去年一月。所以说，其实认真来讲，自己知道问题点，但是自己要改。我们再讲再多一点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是我也想要自己就是有意识的，对不对？都不会酸痛，这样最好。但是现在你就知道，完蛋的大腿要酸了，要酸了，怎么办？但是我无能为力。做下去就好了，在很累的状况下，你也许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对啊，大腿有力的，脚是非常有力，脚可以 hold 很久，而且今天 hold 完，明天。泡个汤就好，又 reset 了，对，又有这种事，对，这么快，腿太强了，因为其实腿真的是人体常在用的，我们出外都靠它了，对，要超爆它就真的蛮难。那简单讲就是你自己站起来，然后你的这个前胫骨稍微轻轻有碰触到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姿势就对了，嗯，站直一点，站直就会放松了。紧张，紧张就会有自己的姿势出来，就是很正常。有人说，哦，下午的目标，你说比苗场还陡，我就觉得遇到就紧张。啊，其实你可以，只是你会害怕。苗场那个下来超紧张的，可能是日字形下来的。哦、OK。你要体会一下，雪橇都买了，不然。你看他这个就这么浅，这么浅，就是舒服。他其实我们都很只有试 Sherry 带我们试过一次，真的。如果走这边，走这一类似这种地方，他自然而然会比较慢，比较慢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很多松雪的，对啊，松雪本身就会比较慢。哦。我在用单脚，我 还在练习，我当然很慢啊。你用单脚啊？是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其实蛮有趣的啊。好，尽量转成是同的方向啊，试试看，往下滑一点没关系。我先往下滑，再转过来。尽量是同的方向。去去去。我们哦，这边就试着哦，试着我想看哈、哦，你这边的话，因为比较坡度稍微比较长一点，哦，比较陡一点点啊，那可以试试看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平行，没关系，你的中间做个三角形的部分，然后之后侧边是做平行的 ，OK， 我先。
做示范，大概就会到那个切面的位置，哦，大概这个坡道的部分，哦，所以一样就是你可以先做个平行，哦，我现在你的中线是平行的，转弯三角。前后变大了，咻咻！哎，这里可以拍一张哎，你往前进一点就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往前走啊。好。怕你滑我后面。我有平啊。啊？你平啊？有平啊。你平啊？你那么慢，当然是平的。你回去看。好，我滑你后面。啊。对啊。你要试着盯着我看哦，然后你还要一边滑哦，慢慢的哦。好啊，那你不要滑太快了。有啊，我会滑很平，因为我要试着滑单脚。做的板是不是新的？对，看起来滑得很担心，而且板蛮长的，170有吗？有，对不对？板是170，那么长，对，刚好一，很恐怖呢。他做多高？168。那我应该跟你换一下，你玩我的，我玩你的。他对他来讲，现在来讲太进阶了，170的板真的太进阶，而且是波碰的板，非常的硬，对你来讲，你会滑起来会转不过去。简单讲就是你现在你可能可以开 CRV， 但是你买了保时捷的概念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我可能开 CRV， 然后但是我现在开保时捷会比较，第一上路也会比较担心，第二就是它有点太快，加油门也不对，不加也不是，也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店员拿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哦，他就。所以在哪里买的？在日本 ，OK， 没关系，慢慢感受，问初学者或什么，我觉得他转过来会比较，会因为不好转，我说实在，很难转，他的轴距很长，所以你要等一下。你说向山下的时候要等一下，就是要加速很多又很害怕，就是、下的时候他的速度会要加，会加倍。对啊，就是你的心理障碍会加倍。小钢炮啊，学长小钢炮。好，来，我们稍微到下面点哦。然后我们再做一次，对吧？没挑。怎么叫直接给？之前的教练说你们适合几公分？没有问呢、欸。我们都问呢、欸，还敢问？我没有问，你说还老后悔。我们俩哪一样跟他的都问？他就是说好奇。没有他，你们两个身高差多少？哎，还好，他的还好。
好，等我一下。没了。对我来讲，真的蛮困难的。我真的蛮困难。要花点时间。他从回家之日，当场回家，我就觉得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。为什么这个板子比我还要高？170真的很长哎、欸，因为你刚才讲是，你刚才讲你是 advance 还是，你刚才讲进阶是不是？他只问我们是什么线，可以滑什么线。然后你那时候跟他讲。很坏呢、欸。哪里的卖家？啊？哪里的卖家？好日本、台湾。我们到时候吃饭再聊。东京玉好来，我们等一下呢。啊？就。滑完这一趟之后，我们应该就先吃饭了。OK。哦，然后。我们的话，等一下会上来之后滑环山道回去。好，等一下会滑这上面哦。所以等一下下来之后不要滑下来哦，等一下会走环山道。好好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呢做一样就做平行的部分。那简单来讲，转角部分除了像一体的话，你会比较容易身还是会有身体的部分，要记得用脚的部分去做转角。那个。阿座的话，你可以试着、你的上方就是要转这只脚，稍微推出来一点，因为它真的比较慢，要，所以你不要急着先转脚，急着它往下掉的时候，脚顺势的转进去，这样子才比较容易控制了这板，要不然你会被板带走，因为要等它一下。好，然后。剩下的同学我觉得进步蛮多的，然后尤其是那个是谁啊，一平的平均我觉得进步蛮多的。 OK， 好，那你如果尽量不要再有三角形了，试试看，当你两只脚同时在我们刚刚在地上做那个转动的时候，你两脚做同时的转动的话，它就会是平行的。 OK， 那要不要脚并很在一起呢？我觉得不用，很需要就是稍微与肩同宽小一点点就好了 ，OK， 不要刻意夹在一起。女孩子可能会内夹，但不要，尽量是站在板子上面的。我的平行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我站在这样子才会平行。OK， 如果这样子就够了。对，好，来，往下吧。我是女孩小钢炮，你最后一个好了。都可以，你跟得到我吗？那我。好，前面一点点，稍微再站起来一点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再站起来一点点，你还是往后哎、欸。
对呀、啊。好，继续往下。那跟我一起站好了，手举前面一点。啊？走，走了。走。那你，我们下去一点用走的。你往你的后面一点点。好了，就这里。好，换我走路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好。那我们一样就是尽量练习平行，因为现在这是蛮缓的进行，哦，这是蛮好让你去练习，感受你让两脚同时转向的部分的。那稍微中午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吃饭之后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刚刚录的音乐小小影片。对，好，那问题点是我到底没讲到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图片来确认自己听的。好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好，接着我跟你这一段，这一段我跟你。那不用跟了。你看得到几点吗？看得到啊。啊？对啊。5:50。哦，午餐时间。好吧，那就午餐时间，然后午餐。我跟你啊，只有这么一小段就要去联络道了。好，走吧。在你后面。
对是溜了还是慢？滑下去了，哦，横着滑吗？目标汉堡王，教练在那。一下，一下，有没有人还想要继续滑的？等一下会想要滑，我先讲一下好了。如果等一下你们吃吃饭，自己想要滑可以先去滑一下。我来大家来一下吧。哎呀！等一下，我们休息的话是一个半小时。那下午的话会滑到很晚，因为我们巴士是五点，所以会滑到其实可以滑蛮久的。但是看今天的老客，就最慢是四点半，最慢最后班是四点半，就可以滑到最后一班再回家。如果不怕冷的话，因为晚上下午就会蛮凉蛮冷的。好了，我讲一下，等一下大家可以滑的路线哦。早上的路线其实是算蛮轻松的，下午的话我希望是可以滑到这一条啦，然后我们会先去这一条。等一下如果你想要滑的话，其实你这两建议是先做这一条。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对自己抓这个时间，我不知道大概要抓多久，但是我觉得建议抓30分钟以上哦，站前方真的我建议啦，加坐缆车应该是应该需要摔摔叠叠站站起来，大概要30分钟。它够宽吗？就这一条正前方这一条。哦，很宽啊，很宽，但是雪况我现在不知道。哦，那整体来讲，我们刚刚滑的是这一条。那如果说我们下午上课会在完山这一条，哦，那会带大家来滑这一条，可能这一条滑一次到两次，我们就会进来这一条了。可能或是可能会先，或者是下午大家休息比较多，可能这一条就滑完山进来，之后我们直接上这一条也是有可能。哦，所以看大家状况，然后我大家会上去看一下状况跟雪况。那所以说。这样来讲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练习这一条，很好练，非常好练。其实我们下午要上课的话，都是练这一条，嗯、这条练胆识了，这条真的没有办法。我是想说，万一不行，要练宽的话就一直很这个要上课，因为这个是有点偏红黑的。嗯，好。对，好那这一条它有压过吗？有吧？没有压过。哦，那算了，那算了。红色没有压过。因为这整体来讲就是现在这样，跟我们今天在滑其实没有什么太压了。因为今天也不用什么压，因为压，但是其实它等于就是有点乱乱，因为它就是结块结块的感觉。嗯。对对对。如果说你觉得对自己想滑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滑，坐这条上去之后，直接滑过来的时候往右边走。我们刚刚都往左边回来嘛，还有一个刚刚都是这样子回来，对不对？嗯嗯嗯、那就变成说我们往这个方向回来，就是三号第一，完山第一，这是我们下午上课训练会比较多的地方。哦 ，OK， 好。嗯。这一条滑这一条、哦、我们是先坐这个缆车，四号这个缆车、哦、一直我们一直在滑这里，一直在滑。好哦好。好，那如果说真的很想滑的话，建议还是先喝个水再出发。嗯。那我们就是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看一下时间。
对，一点半。OK。啊，对，一点半这里。对，准。OK。超准，谢谢教练。不会。那对于刚刚早上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可以提出来？下午可以增加一些东西。哦。可能那个膜的话，如果真的有想要的地形，我们再花是中午的时间再一起去。好。可能对你来讲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环境会稍微比较不一样。OK， 好。好。那但是第三天会稍微比较一样。你要吃什么？披萨跟汉堡王跟。这个好，我不想吃，我不想吃哈伯格品。什么？不想吃伯格。Kona Yuki Cafe。好，走着。你 OK 吗 ？OK 啊。我要去看一下图书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。我们去吃饭了。这该不会？上面应该是 N 个店吧？会不会？啊？会不会是 N 个店？真的，这个 Kona Yuki Cafe 上面有什么猪的 sample？ 那家好吧？好啊，看去，不确定卖什么的。要不要关掉了？关掉了。可以关了。那你帮我按。好。你自己要不要按？我走到座位再按。好了，按。